谢谢志曼哥。我们这么短，大老远跑来这里宣传，长一点嘛，再讲个两句。就那么短，就那么短。欢迎彩花姐。啊，哪有？人家说五短必有一长啊。好，来，这是我们这个三朵花。对，来，对，我先介绍我们德高望重的素珠阿姨。大姐。对，还有我们这个银阔哈，银阔影子的后面，阿花、啊、是天后，天天在等候 ，one two three four，OK、okay。我们这个三朵花呢，在这一部电影《大尾卢曼兔》呢，我们呢就是当艺人哦，对，我们的经纪人就是宽姐，所以素珠阿姨的艺名叫 Linda， 美秀姐叫主儿，我叫玛利亚。所以我们加起来叫做林州 LSM 林州嘛女孩，对，我是林州嘛 LGM 对对对对啊，所以呢就好笑的主头到尾呢从头笑到尾，所以呢贺年啊，这个贺年过啊，过年贺岁，过年贺岁，贺年过年的贺岁片就是二月五号呢一定要看大尾路漫 Q。 谢谢彩花姐，谢谢谢谢。我就是领导啦，大家都是领导，都是领导，啊，大家这个我叫可怜呀，哈哈哈哈哈哈。谢谢，总算成功了，总算已经二月五号已经要上映了，但是不会骗大家，信用花啊，对，足好看，非常好看哦。啊，要安怎好看，都歹讲，信用花的体去看就无唔对。谢谢朱大哥，谢谢他们的总监制朱导。谢谢大家啊！刚刚我要纠正彩华的一句话，就是他说“五短必有一长”啊，未必啊！我跟曾志伟这么久的好朋友，我知道他真的没有一点之长的，就是五短到底的啦。还有呢，这个戏其实真的很好玩，大家都是一个完全最新的面貌跟大家见面，包括朱大哥的表演，包括彩杰的表演，包括三朵花啊，包括两位。他们的戏啊，最精彩就有一个新人出现了，那个新人叫邱立宽啊。他虽然本人不好意思出现，但是他的声音是处女秀，对不对？声音现身，而且他的脏话在戏里面飙的真是特别有感觉，每次飙一次大家笑一次，都希望大家喜欢这个戏，谢谢。谢谢朱导，谢谢，欢迎姐姐。喂，现场所有的媒体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郭采洁。我要感谢《大尾卢曼二》让我在那个电影中结婚又生子。那我今天还是单枪匹马来，好，希望大家二月五号的时候到戏院来支持我们，谢谢。谢谢采洁，谢谢，欢迎小丽姐。我想我都遇到强手了，我以前骂人不会被骂就是我，现在唯一的就是关姐骂人，大家还拍拍手很开心。非常感谢导演关姐给我这个机会，我这次还是饰演大哥的女人娜娜小姐。那我觉得呢，真的人我们现在平常啊很少有机会可以大笑，到戏院里大笑个101分钟可以让你2015年的负面能量全部都丢掉，迎接最好的2016年。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看《大尾卢曼二》。谢谢葛玲姐，欢迎静文。嗨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连静文。首先，真的很感谢朱大哥、朱导演，还有朱监制，可以这么信任我，给我这个角色，让我在戏里面饰演可丽姐的妹妹。然后，相对我很感恩，可以跟我的偶像志伟大哥对戏，然后在戏里面有很不一样的演出，希望到时候给大家耳目一新的感觉，谢谢大家。谢谢静文，谢谢。去看他最近很好。有我分啊！这一次呢，我是跟两位就是港台的这个搞笑的天王合作，很荣幸。然后这一次朱导说我以前都不会演戏，我的演技就从这一部开始。然后第一部有4亿3000万。
所以为了第二部要破5亿呢，他就帮我安排了床戏，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的这个处男秀啊！谢谢康哥，谢谢，欢迎西哥。过年嘛哈，那就是迎接新的一年了，把过去的暂时把它忘掉，那当然要用一个好心情来迎接新的一年，看《大伟卢曼二》就对了。就像刚刚讲的，大家有野心了，5亿起跳，你就知道到底有多爆笑，真的很好笑。谢谢西哥，谢谢谢谢，来欢迎萧颖。大家好，我是萧颖，现在改名成萧伟熙。然后我要谢谢苏总给我这个机会，可以参加《大伟卢曼二》的演出。然后我是饰演静雯婕小时候小娜妹。那请大家2月5号请多多支持。谢谢。